哎，咱们这是到哪儿了呀？回少爷，咱还没出大漠呢。舟车劳顿，李婆，你去给大家准备些吃的吧。爹爹，这里好荒凉呀。侄儿，小心点，别摔着了。我先进去叫人准备着，大人先带着公子玩耍吧。爹爹，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呀？听爹跟你说啊。怒江楼，哼，怒江楼，刀下十万鬼，生人恨相逢。你那刀下十万鬼都是饿死鬼吗？那河口贴身侍卫郑健，监视排行榜上天下第一，力大如牛，毅力极强。这一包够吗？一包解决不了的事情，十包也不会解决。郑健，哎，不过你的重拳，听说也榜上有。江湖浮沉，生死旦夕呀。这地方不错，天不管地不管，阎王老子看不见。要是干完这单还活着，就养了这孩子，留在隔壁不走了。名字就叫冲儿吧。你杀了他父母，还要让他认贼作父。李婆，汤好了没有？哎，就来。技高心软，成不了大事。此君一夜山万重，仗剑引啸高楼，气吞云霄处，何曾是他乡？寒夜三千里，我把不留行。无风无雪一壶酒，无波无浪花泛舟。红尘一曲无边恋，人间一
即将到来。俯首圣女，白莲重生。很喜欢，可沾了河狗的血，便见了八分。父亲，侄儿以前没有能力让逝者为安，今日补上仇人性命，为你寻个公道。当年待你也不薄。李婆，当年你一家流落街头，是我爹收留了你，没想到你居然要杀我。啊，爹，阿婆他。躲起来，走啊，快！爹，这是怎么了？还有阿婆呢？这儿不行。爹，为什么要躲起来？到底怎么了，爹？啊？我这里。爹，爹，我害怕。宠儿，来不及了，别怕，死人才安全。快，先下去躲躲。怕死的人，我害怕，总能活到最后。啊，你躲一边去。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。你不是来说名言警句的吧？当然是千里寻仇。那你找到了，快下龙顺，人称怒江龙，活人见重瞳，奈何桥上行，来吧。杀你，我用不着费力气。当天不从。
引我来寻你，你被卖了，还要替他尽忠吗？你奸计，输了丢人，你杀了我吧！啊！我这孩童约莫十三四岁，或许见过当年的血战。重儿，说，这是谁指使？我不知是谁指使，东来镇醉红楼老鸨红衣是接线人，容貌极不如人，杀你全家，该死，今日一命还一命，只求你饶我儿。今日我为父报仇杀你父亲，若日后有本事来找我何方知。十三年后再来，忽然觉得这地方居然比记忆里冷。师父教我杀人计，却又说刀上不要沾血，一旦沾血便再也回不去了。蜀中十三年，锦衣玉食安定祥和十三年，父之仇要报，无法忘怀，此生此世都不可能再安稳。月光光照四方，照遍人间水回声回。
你应该是从远处来的吧？去临清州想要做什么？有些陈年旧怨，难以释怀。叫什么名字呀？